外国存在一个地下组织，专门掳拐儿童，仲长期训练佢哋成为特工。呢啲特工已经大量渗入喺全世界嘅警队入面。里边嘅资料疑似恐怖分子所有嘅部署，亦都影响到其他国家嘅安全。就呢单 case， 唔可以再多一个知情人。Yes sir。发生咩事？除咗呢个，仲有三个一齐爆炸。我未叫卧底，外劳。外劳都可以系故意嘅。呢两个估下，我有冇怀疑过你哋？走！而家个雕变咗，要加埋你条命。系人命嚟噶？你知系人命嚟嘅咩？你咪要全香港人同你一齐陪葬？我咪同你讲咗咯，我拣咗钱啊嘛。